因为北部的电视台大概拢用迄啰，因为拢是有股票上市的，拢是大台的电视台，民间的电视台都拢个做甲呢，哦，生意有够好啊。咱这一般吼，咱这地方的电视台吼，要甲用点在里啊，比老实讲哦，真辛苦。啊，就是因为辛苦，大家更应该来相挺哦。因为这么多好的所在，来到这个所在，我看性格电视台跟咱啥，跟咱盖哥像的白冰冰、小而美。你要看我一粒仔囝尔，但是我应有尽有。你要问我啥，天文地理我拢捌。我唔是一个无继续咧起步的人。我虽然我从现代学啊啥。我无论你即摆网络的啦、Google 啦，啥物我拢知，全世界咧流行啥物话拢知，哎，不断的学习。性格电视台同款，阮两个店家互相勉励。冰冰姐，性格电视台都是小而美、小而壮、小而好的，祝福我们双方互创双赢。这是刚拍的吗？对，刚拍的。这么厉害？对，刚刚你们太厉害了。我给你们揪嘴耶。速度了。哎，现在这里，现在这里。这个性质，性格电视台，性格维持电视台。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。以前没有这么嗨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他好乖哦、喔。还是要被沈哥带坏？没没没，卖瓦布瓦家的。我跟你讲，主凶是谁，你知道吗？谁？不不。就可怜，又饿了。就可怜吃泡面。对啊。人前风光，人后金砖。你看看，人家人。咱老师嘛，贪这甘苦钱呢。我的是赚的是皮肉。啊？谁要你的皮肉？哦，俊姐，这是演什么？兵啊，那是一台演老板哎、欸，他的上司是吗？也不是上司啦，他是被我抛弃的。不是，换你抛弃。上次那一集应该是拿来这一集的下集演才对。好有，好有 feel 哦。那我是从上一集的探假杂货呢进化延伸到，对，变成就是上班族，回归正常。对对对，我是那个要给拉出来的。啊，再把我推入火坑这样子。哎，没有啦。所以你没有，你这一集应该是我的那个上一个的上一集。请看回顾。对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